说你蒙对了。嗯，但是今天你那京东大鼓唱的没板没眼。停，我这可是专门拜名师学的，你敢说我没板没眼？你在香河拜师了？对啊。哪个老师出来我看看。来，我们有请咱们京东大鼓名家王从民先生。真来了。踢鼓啊，我现在可以说是爱不释手，因为他这鼓啊陪我20多年，真就跟我是老伙计一样。京东大鼓比较渊源，从清代乾隆时候，就有了先辈在唱京东大鼓。说大年初一是头一天，我是从68年开始学唱京东大鼓，说简简单单唱好唱，可是要想啊，左手打板，右手打鼓，要配合好了，那就挺难的了。我老师那时候的一曲啊，就是这个送女儿上大学，那真是唱红了大江南北。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朝霞铺满了班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京东大鼓的特点就是看见什么能唱什么，这个有什么新鲜事儿，当时写出来马上就能唱给广大群众。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朝霞铺满半边天，主持人就在我的两边站呐，把漂亮的小伙儿我夸上一番呐。这俩主持人是一个胖是一个矬，是一个黑还一个白，这肥头大耳的是小臂呀，猪八戒转世你懒又馋。好，唱得好，唱我心里去了。这富裕龙这鹰钩鼻子还聚光眼呐。黑不溜秋还挺牙碜，这好词我接着要往下唱。哎，行行行，还好词接着往下唱。王有您这么夸人的吗？总而言之是这个贬低我们两个，抬高您自己，我是明白了。没，您就说说这个京东大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还得说是鼓和板，这叫板，哎，这叫鼓。这个手跟这手得说话，这俩手要不是不说话，再搭上表演，那非乱了不成啊。那今天这样，你们师徒俩好好合作合作，让你徒弟唱着后边的万亩荷花，怎么样？太小菜了，观众朋友，好不好？唱啊！花绿，莲花红，也有白的。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莲花出泥而不染呐，哎呦，你多有才！掌声，喝这个份儿劲了啊！都是我师父教的好啊，哎我的天妈呀！是。王先生，我从一开始就怀疑您这什么眼光，你找这么个人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怎么着，我这随手我就唱了。你点评点评您徒弟刚才这两口唱的好不好？都是赞美的词儿。胡打乱敲不在调。死皮赖脸净丢人。来，您消消气儿。您消消气儿。那个掌声欢送王先生。扇子还。扇。来。